第29题啊， Consider the elements selenium Z equal to 34, bromine Z equal to 35, and krypton Z equal to 36. In their part of the periodic table, the subshares of the electronic states are filled in the sequence ES2S4P. What are A, the highest unoccupied subshare for selenium, and the number of electrons in it, the highest occupied subshare for bromine, and the number of electrons in it, and the highest occupied subshare for krypton, and the number of electrons in it? 好，这个题目主要就是考我们懂不懂得怎么样来排列我们周期表中的元素，它的电子的壳层电子是如何从低能阶一直往高能阶来排列啊。这个问题里面考虑了三个元素，原子序分别是34、35跟36的三个元素。那么我们已经知道电子的排列方法是1、2、3、4，按照主量子数往上排啊，这是氢原子能阶。当然我们知道并不是主量子数越高的就越高哈，有时候呢会为了先填满一个壳层而次序会调换啊。好，那对于低原子序而言，它确实是这样子排列的哈。对于 Z 等于34，我们可以考虑这个时候排列的方法是从n 等于1有两个， n 等于2呢，我们就知道是 2n 平方啊。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有28，因为2的平方是4 428。3n 等于3的轨域呢是 2n 平方，2乘以3的平方，339乘2是18。所以到第三个壳层完全填满的话呢是2加8加18啊。OK。2加8加18等于28。对于原子序34而言的话 ,28 已经排列了28个电子之后剩下6个电子。所以呢对于我们所考虑的这个 selenium 啊，它还有6个电子要排在 4,n 等于4的 subshare 子壳层,n 等于4的 share, 然后在 n 等于4的 share 里面的前两个壳层 ,s 跟 p,4s 填了两个电子 ,4p 呢就有4个电子啊，所以 the highest occupied, subshare 被占据的最高的子壳层是 4p 轨域，在那儿呢有四个电子。对 Z 等于35的 bromine 呢，那么就是比它多一个电子，所以一样是填到了 4p 轨域，在 4p 轨域有五个电子，比四个电子多一个，这是五个电子啊。krypton 呢 ，Z 等于36，kr 克我们知道这是钝器族的元素氦、氖、氩、氪，氪就是 Z 等于36的这个 krypton， 它呢一样是填到 4p 轨域，但是呢 4p 轨域填满了是有6个电子所以这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钝器族元素呢都是S2P6 填满，NS2MP6 填满氦氖氩氪三东氦氖氩氪，氪是 N 等于 4， 所以是 4S2 4P2 全部填满4P6 全部填满这就是第29题考验我们对于这个电子的排列在周期表当中的元素如何排列在子壳层当中。